沈清川家里破产后，我乐呵呵的准备去落井下石，嘲笑的话还没说出口，疯狂的记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。原来我是一本久别重逢小说中的恶毒女配，男主跌入低谷后，我对他进行打压、霸凌，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他，直到他东山再起，首当其冲倒霉的就是我。我深吸一口冷气，把那句想要嘲笑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，拿出一张黑卡递到了他的面前。沈清川，从此以后我来保护你。 你只要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记住，等你功成名就，全世界对你最好的人就是我。订阅练练推文，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。正文现在开始。这是谁？这不是当年的沈家独子吗？怎么沦落到在这里端盘子了呀？哈哈哈！我靠，腿也瘸了，这是被谁打的呀？要不我出一千块，跪下来给我擦个皮鞋，怎么样？我来到酒吧的时候，看见包厢里面许多人，相当热闹。那些圈子里面的纨绔子弟气势汹汹。 把一个人围在中间，有人看到我，朝我招招手，喊道：“乔离，你终于过来了呀！你知道我们今天遇见了谁？”他没等我说话，自己先忍不住笑了出来，一字一顿：“沈清川，沈清川。”整个京城上层圈子里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。沈家家大业大，资产不可计数，他又是独子，从小被当做继承人培养，优秀、金贵，行为举止处处挑不出一丝错处，几乎是豪门弟子的典范。 和我们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二代格格不入，可命运弄人。几个月前，沈家投资失败，突然破产，许多长辈不是逃亡国外，就是被警方调查，自顾不暇。我们再也没听说过沈清川的消息。没想到再见面会是在酒吧。他是适应生，在端盘子。这些看热闹的见到我，很快自动让出一块位置。整个圈子里几乎都知道我和沈清川不对付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曾经喜欢过他一段时间。 乔家在商界也算得上名门大户，我又是独女，做事向来张扬跋扈，不爱搞暗恋那一套。情书写了一大叠，每天中午趁着下课去送一张，行为蠢笨，也确实惹人生厌。不过十几天，沈清川就受够了，他故意选在操场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语气冷淡地拒绝我：“乔离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但凡你把这份心思放在学习上，也不会只考五百名吧？等你什么时候拿到奖学金再说吧。”那次事件之后。 我差生追求学霸的名号就传扬了出去，许多人虽然碍于我家的权势，不敢直接在我面前讨论，但看我的目光总带了几分古怪。我不再喜欢沈清川，但我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他当年羞辱了我，我一定要找机会羞辱回来。这不机会来了吗？沈家破产了，以前沈家是龙头，是老大，其他家族谁都不敢动。现在好了，我发出反派恶毒的笑声，结结结，这不是老同学吗？快来让我看看。 大概是听到了我小人得志的嘲讽，沈清川慢慢抬头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白色 T 恤，几年没见，相貌变化并不大，依旧英俊好看，只是眉眼间那股凌厉傲气的感觉渐渐褪去，整个人的气质似乎都沉淀了下来。有狗腿子帮我拿来红酒杯，臭屁的讨好。那乔乔姐，当初姓沈的没有眼光，如今我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他。如今面对沈清川，我也终于可以居高临下。想到高中时候惨淡的往事。 我不禁扯了扯嘴角，决定这次好好奚落他一顿。然而下一刻，我晃了晃酒杯，刚张开嘴酝酿好的句子还没说出口，突然一阵铺天盖地的眩晕感席卷而来，乱七八糟的记忆疯狂涌入我的脑海。原来我竟然只是一个恶毒女配。这是一本久别重逢小说，男主沈清川在高中时候有自己的白月光，只不过那个女生没有在我们学校待多久，很快就出国留学了。也是因为这个女主，沈清川拒绝了其他所有人的追求。 当然，也包括我。后来沈家破产，沈清川这朵高岭之花跌入泥潭，我这个女配适时出场，对她打压、霸凌，无所不用其极的折磨，甚至还把她买做自己的金丝雀。一直到他白手起家，重建沈家商业帝国，他回过头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我这个不知好歹的恶人进行清算。想到要发生这些事情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更可怕的是，沈清川作为男主，他未来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逆转的，就算我阻挠他。 他也终究要走向巅峰。我深吸了一口冷气，咬住牙关，硬生生把那些嘲笑的话憋了回去，一言不发。气氛开始变得沉默奇怪，许多人朝我看了过来。沈清川抬起头，扯了扯嘴角，语气仍是和以前一样，淡淡的：“乔里，你不是来和他们一起羞辱我的吗？”妈呀！我捏住拳头，大脑在疯狂地短路后，终于蹦出了一句话：“沈清川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还是喜欢你。”我日！ 这话一说出口，我自己都被震惊到了。可富贵险中求，除此之外，似乎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情书事件之后，我和沈清川的绊子早就已经结下，整个圈子内都知道我对他图谋不轨，想方设法要对他打击报复。就算从现在开始躲起来，等到他东山再起，谁又能保证他就真的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呢？想到这，我咽了一口口水，无视周围的吸气声和向我投来的诧异、迷茫的目光，咳嗽了两声，强装镇定喊道。 谁准你们在这里闹事的？霸凌同学，自己不觉得羞耻吗？我在这些二代里面威望极高，大概是因为我脾气倔，说一不二，所以他们很少会明目张胆的和我对着来。现在看我这样护在沈清川的前面，原本嚣张的气焰顿时沉了下去，一片死寂中，唯有沈清川轻轻掀起眼眸，慢慢看向我，一字一顿念出我的名字，那语气分明是怀疑和戒备。乔里，你喜欢我？我任性、骄纵、肆意妄为。 毕业后几年过去，和沈清川之间两个人几乎再没多少交集。他一定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大小姐，不会把目光长长久久的停留在他的身上。可是下一刻，我蹲了下来，把他额角的碎发轻轻挽到耳后，用再温柔不过的语气轻声说：“是我还是喜欢你，沈清川。从此以后，我来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”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你想要努力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好，我和你一起。你只要别忘记，我其实……” 也对你是很好很好的，有那么短暂的一瞬间，沈清川想，他明明在深渊中，却好似有月亮照在了他的身上。我骗了沈清川，我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做到说假话不打一点草稿，张口就来，只要熬到故事线结束就好了。我甚至机智的想到，反正沈清川肯定会创业成功，沈家会重新成为商界的老大哥，我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多给他投一点钱，占一些原始股份，等到公司成功上市了，我再反手卖出，赚一笔大的。 随便用了什么理由，以后拿着钱跑路就好了。到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帮助他发家致富的恩人，他一定不会再对我做什么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刚刚还有些憋屈的心情，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许多。我朝他伸出手，如果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话，不如先来我这里吧。我和沈清川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生疏。他脚不好，沈家败落后，自然有许多以前商场上的对手来找麻烦。他们夺走了沈家的别墅，砸坏了里面的东西。 然后把目光放在唯一留下的沈清川身上。有人拿起棍子，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脚踝。于是，以前光风霁月的少年，现在连路都不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可是没关系，我低下身子，抚摸着他的伤口，轻声说着：“乔家认识很厉害的骨科医生，沈清川，我们会把你治好的。”我开始每天都会按照医生的嘱咐，给沈清川按摩脚腕伤处。一开始他还有些抗拒，后来似乎渐渐习惯了。比如，我会在傍晚的时候去他的卧室给他上药。 他就给我留着门，方便我进出。这似乎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默契。有时候我们也会聊起以前的事情，高中校园同学，说起好玩的事情、有趣的回忆，甚至会一起对视微笑。平心而论，抛开那段尴尬的表白，我和沈清川确实有可能成为不错的朋友。直到有一次，我无意间提起了他的白月光，那个沈家出事后第一时间就出国离开的青梅竹马。他难得沉默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，手指紧紧攥起。 就连我已经给他敷完药了都没注意。往常这种时候，他会拿出湿纸巾，把我的手指抬起来，一根一根的擦干净，然后莫名其妙却不厌其烦的重复着“对不起”。我这才恍然发现，原来不管经历如何，女主真的会是男主心中永远的一个逆鳞。思考一瞬后，我猛地一个轻身，握住沈清川的手腕，扯了扯嘴角：“林奇，对吧？”沈清川，我知道怎么让他回来。你要成功，你要让沈家重新回到商界的龙头，只有自己站到巅峰的位置。 别人才能看到你。我说完这句话，沈清川猛地抬起头，目光向我望了过来，探究、审慎又有些复杂。难道不是吗？林奇的父亲原本是沈家公司的高管，别管人家当初是为了什么抛弃沈氏，只有沈清川拥有足够的实力，别人才会把注押到他的身上。我笑了笑，手指指向自己，用着玩笑的语气：“至于我，你不用担心他回国后会误会。你创业成功后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发声明，说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 沈清川仰起头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眼神复杂的看向我，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乔离，别胡说八道。”他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额头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再说些什么，却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我要让沈清川创业，不是没有原因。在故事线的结局中，沈清川作为男主会获得投资赞助，事业成功，平步青云的建立他的商业帝国。女主也从国外赶回，两个人久别重逢，兜兜转转后确定心意，皆大欢喜。 只要这些能够达成，以后发生的一切，所有人，所有事，就算我只是一个炮灰，在接下来的命运中，也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。脚伤好后，沈清川开始早出晚归。他是天之骄子，就算没有我的那一番话，本身也不可能安于现状。他迟早要让沈家重新回到巅峰。不过几个月，他手里就已经有了好几个相当不错的项目。只不过这些项目都需要钱。沈家不可一世那几年，曾经得罪过许多名门世家。 现在想要拿到投资难度当然很大。沈清川奔波了许久，还差最后几笔投资就可以启动他的方案。他要钱，我当然可以给，只是不是现在。我要在他最需要、最迫切的时候做那个雪中送炭的人。直到一段时间，终于又有一个老板愿意和沈清川见面。我恰好听说过对方年纪大、刻薄、霸道、难缠，以前和沈家还有点纠葛。这次同意见面，估计也没安神要好心，英雄救美。 该我这个踩着七彩祥云的大英雄去救沈清川这个美人了。沈清川整整一天不在别墅，我看了一眼表，凌晨，我出了别墅，慢悠悠往市中心的酒楼走去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他们就在最顶层的那个包厢。乘电梯刚出走廊，我就听到了一阵喧哗声。能不能喝呀？这点面子都不给，还想要钱？真当沈家还是以前那个跺一跺脚别人就抖三抖的沈家呀？推开门的时候，有人正拿起大半瓶的红酒，一步步走到沈清川的面前。 然后把瓶子举起，用力按到他的嘴边，红色的酒水淌了下来，滴滴答答的落到衣服上、地毯上。我知道沈清川是不能喝的，他酒精过敏，几口就有可能全身泛红，甚至产生致命的危险。可是下一刻，他真的慢慢伸出了手，似乎想要接过瓶子。看，一个人陷落到最低谷、最深渊的境地时，为了抓住那微薄的希望，实在是什么都愿意做得出来，什么都愿意舍弃。我就在这种他堪称绝望的时候冲了进去。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瓶，吼道：“不就是喝酒吗？我来，我没有半点犹豫，张开口，仰头就把酒全部喝下。直到我用手背擦了擦手，把瓶子往地上一甩，咚的一声，沉寂的气氛才终于被打破。坐在守卫的老板认出我来，乔黎，你来掺和什么？乔家和沈家以前关系也不怎么样啊。”他啧啧两声，目光在我和沈清川之间来回打量，勾了勾唇，用带着意味不明的语气说：“你看上他了？”我没让他把话说完，只朝他点了点头。 叫了一声“叔”，我知道你也不是真的想投这笔钱。我是乔家的独女，那我今天就代替乔家放出这句话。以后沈清川创业，背后是我乔家撑着，不用两天，整个圈子都会传遍了，说沈清川拿到了乔家的资金。他后面每走一步路，都会落下乔氏的印记。这样等他以后功成名就，还能和我反目成仇，对我打击报复吗？我是把他从深渊中拽出来的藤蔓，对于救赎者来说，重要的不是他的爱意，我要的。 是他一辈子活在对我的感激中。想到这些，我抿了抿嘴唇，一股即将大功告成的喜悦感传遍了全身。走出包厢后，一个没注意，趔趄了两步，身子差点斜斜的歪了出去。下一刻，一个手臂伸了过来，很快的扶住了我的手腕。是沈清川的声音，他向我凑过身子，语气低沉关切：“乔里，喝了这么多酒，你要不要紧？”和沈清川不一样，我谦卑不到。 走路歪的这两步路，只是心思太多，纯粹的意外。但沈清川似乎不这么想，他真的以为我醉了，甚至拿手放在我的额头，揉了揉我的脸颊，蹲下身子拍拍自己的背，还有力气吗？我背你。那一晚上月色很好，我心安理得的装醉了下去。路灯朦朦胧胧，淡黄的光晕，他的后背很舒服。我们几乎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，但要走到别墅了，我还是借着假装喝醉的样子，揉了揉他的脖子。沈清川。 我现在是你的股东，以后赚了钱，你要把大部分钱都分给我，知道吗？他嗯了一声，没有丝毫犹豫的，我能拿到的都给你，我一辈子都给你打工，一辈子都给我打工。我贪婪的舔了舔嘴唇，掐了把他的腰，你是不是给我画饼？沈清川没有说话，直到回到别墅，关上大门，他把我轻轻放在沙发上，慢慢伸手捧住我的脸。我想那一刻，他大概还以为我醉得不省人事，听不懂他的话。他说：“乔李你相信我。” 我会挣很多很多钱的。等我不再落魄，等我重新强大，等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，我们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好不好？那一刻，我宁愿我是真的喝醉了，脑子发懵。沈清川，他是不是在和我表白？第二天醒来，周围安安静静，我捧着头掐了一把自己的脸，发出一声闷闷的喊声：是不是玩脱了？不应该呀、啊，沈清川怎么会和我表白？他喜欢的是女主，是林启，是他的白月光，是青梅竹马。 如果久别重逢、破镜重圆的大结局不上演，我做的这一切还有意义吗？这狗屁的时间线还会结束吗？我还可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？想到这儿，我套上外套，一步步的慢慢走下楼梯。沈清川正坐在一楼餐厅吃饭，听到声音，他抬起头，淡淡向我看过来，很轻很漠然的一眼，就好像昨天晚上真的只是我喝醉了的一场梦。他拿出纸巾，擦了擦自己的指尖，然后慢慢站起身。有一刻。 我恍惚间觉得他恢复了以前那副清冷金贵的神态，他朝我笑了一下。乔里，后面的几个月，我大概会很忙很忙，我可能直接搬去公司住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他拿起由 W X 胡巴氏提供全文桌上的一摞子文件，经过我身旁的时候，微不可察的顿了一下，再等我一下吧。如果我能成功，有个东西我想给你。沈清川不愧是天之骄子，短短几个月，他的名字又开始在商圈传扬了起来。 就连我这个对商业丝毫不感兴趣的人，去参加某个上层聚会，也一次又一次的听人们谈论起。有人说他能力极强，按这个速度，公司很快就可以上市，就连超过原本的沈家也不是不可能。也有人说，早知道当时就给他投资一点钱了，现在搞不好已经翻了几倍。每当这种时候，许多视线就朝我投射过来。在所有人眼中，我目光远大，我不计前嫌，我是把这朵高岭之花从深渊中拉出的人。餐桌旁边的一个半熟不熟的朋友朝我凑过身子。 一脸八卦，乔里，你对沈清川这么好，他难道不动心吗？我连忙和他拉开距离，摇头，不不不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我没说谎，我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沈清川了。他把许多东西从乔家的别墅搬了出去，直接住在了公司。听说他工作起来相当拼命，有时候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，休息、通勤、工作几乎能省则省，把挤出来的时间全放在了事业上。我无聊的时候，趴在窗台上想。 是不是当初我对沈清川说的话产生了效果？只要你站在高处，当初离开你的人就会看到你。你放心，林奇肯定会回来。按照节奏，女主应该快要出现了吧？沈清川的公司要上市了，我回家的时候撞上了他。我一愣，他朝我微微一笑，大概是过来拿剩在这里的一些东西。乔离，他走过来，向我递来一张帖子。下周我的公司要上市了，你来吗？好快呀、啊！我抿了抿唇。 他用这样快的速度把沈家重新拉回了商圈的中心。不过一两年的时间，原先离开的、抛弃他的沈家前辈也开始一个一个回国。他从低谷到顶峰，只等我把他还回白月光的手里，故事就要结束了。以后再没有我出现的必要。我把请柬收下，放到包里的时候，顺便扫了一眼，发现上面竟然还写了数字一号。沈清川像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，笑了起来。因为宴会邀请的人实在很多，所以提前排了座次。乔里。 我能走到今天，你是必不可少的恩人，所以你一定要来啊，恩、嗯、人啊！我弯了弯眼，如果我有空，肯定去。下一瞬，沈清川抬起眼眸，他一眨不眨的看着我，似乎在探究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。他又重复了一遍：“一定要来那一天，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和你说。”神态、表情、语气都是少见的郑重其事。我不禁深吸了一口气，脑海中莫名闪过我喝醉的那一天晚上，他捧着我的脸，低低地说着那些话。 好，我一定。反正我骗沈清川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再多一次也无所谓。等他走后，我给助理打了一个电话，帮我订一张出国的飞机票。还有林奇找到了吗？那边很快传来了答复，林小姐已经联系上了。她说：“谢谢您通知他沈先生的近况，他会赶回来的。”沈家公司重新上市，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商界最大的新闻。那一天晚上的宴会，圈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名流都出席了，逢迎着，恭维着。 没有人不想和这位炙手可热的新贵攀上一些关系。当年沈家破产，他陷入泥沼的时候，人人恨不得踩上两脚。而今他从深渊中爬了上来，站上了权势与财力的顶端，那些背弃他的人又纷纷回头，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，想要重修就好。沈清川低下头，他握紧自己的手掌，扯了扯嘴角，低笑了一声，告诉自己：人性就是这样。他从来不该，也不必对任何人抱有太多的期待，除了一个人，那个在无边的黑夜中向他伸出手的人。 沈清川看了一眼表，宴会已经进行到快要一半了，乔丽为什么还不来？他右手放进口袋中，下意识地握住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盒子，红色丝绒包装精致，似乎这个样子就可以抚平他心中的焦躁。他答应过他的乔丽陪他走到今天，不会对他食言。直到宴会厅那边的服务员传来了声音，他猛地抬起头，一号请柬的客人来了。明眼人都知道，这场上市庆功宴的座次排序相当有讲究。 前面几位都是对公司建立有重要意义的个人，而那个所谓的一号座位，紧紧挨着沈清川，在宴会开始后却空了很久。有跟着参加的几个富二代互相看了几眼，小声议论着：“你说那是给谁留着的？还能是谁？乔里呗！这位置沈清川要是给了别人，那不成白眼狼了吗？他现在要是因为自己事业得意了，转头和乔家划清界限，那真是让全世界看不起。所以人都默认，沈清川在最困难、最无助的时候，是乔里把他拉了出来。” 他帮他治伤，给他资金，一点一点的带着他往前走。现在是沈清川回报的时候了。有人啧啧两声，除了乔离，我想不到谁还配。他话没说完，宴会厅的大门被打开了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个高挑的女人，一身白色长裙，黑色的高跟鞋，手里拿着包包，弯起了唇角，把帖子递了出去。沈清川，我回来了。底下的议论声一下子多了起来。我没听错吧？那边的侍应生不是说一号座次的来了吗？ 他是谁？有和沈清川一个高中毕业的人，探起了半边身子，摸了摸下巴，猛拍了桌子。是林奇，这个名字一下子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。谁不知道他和沈清川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两个人关系那样好。纵然没有真的在一起过，但两个人上课下课几乎形影不离。林奇有事，沈清川总是会第一个站出来护着。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，许多给沈清川送情书的女孩全都无功而返。有乔离的朋友一下子想到了当时的操场事件。 小声的骂了一句：“我靠！”他当年就已经羞辱过一次乔乔了，现在又把最前面的位置给了这么多年都没露过面的林奇，是还想再羞辱一次乔乔吗？他还是不是人？声音吵吵嚷嚷，但沈清川似乎都没听进去。他抬起头看向林奇，看向他手里拿着的请帖，那是他亲自给乔离的。他明明答应过他会来。沈清川扯了扯嘴角，脸上一丝久别重逢的欣喜也没有。下一刻，张开嘴，声音竟有些哑。 他呢？林奇不傻，就算一直在国外，回国前的这几天，该听说的也听说了，自然知道沈清川指的是谁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用仅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，慢慢说：“他让我来的，怎么他没和你说吗？”那一刻，沈清川的手还放在口袋里，握着那一枚小小的红色盒子，盒子的棱角突出，似乎要扎伤他的手掌了。乔里，他喉结上下滚动，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名字，半晌。 终于松开了手，拿起桌上反扣的手机，这才发现，原来三分钟前乔丽已经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：“沈清川，你看我说过的吧，只要你成功了，你的白月光，你的青梅竹马，你心心念念的人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。至于我，我把林奇送回了你这里，后面也会按照约定发布声明，保证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用太谢我，只要记得分红按时往乔家的户头打就行。”那玫红色的盒子掉了出来，沈清川低头去看，是戒指啊。 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挑选的戒指，是想要在这一天送到乔黎的手上的。你看，说好的送给你的礼物。他闭上眼睛，耳边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冥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猛地捂住自己的脸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，要把这里一切都毁掉。好不容易走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能和他站在一样的位置上。可原来，就算他获得了金钱、权势和地位，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把他抛弃呀、啊。他低低的笑了一声。 慢慢蹲下身子，重新拾起那小小的盒子。可是，你说不要我去找你，我就不能去了吗？上市宴会结束后，我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则动态，说明我和沈清川只是商业合作关系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很少交流，最多算得上普通朋友。当时这样做，只是觉得可以为男主女主铺路。可谁知道林奇回国后，两个人却并没有顺理成章的在一起，甚至他只在国内停留了几天，便又离开了。久别重逢，却没有破镜重圆。 故事线到此为止，虽然没有特别圆满，但剩下的也不是我能够干预的了。三年过去，这之间的时间里，沈清川公司的股价直线飙升，我把我的原始股卖了一大半，用那些钱在海外买了一座度假岛，原本投资一千万，现在那些钱翻了好几番，连带着我也身家上亿，成了一个隐形富豪。拿着这笔钱，我想做什么做什么。在这遥远的小岛上，我建了酒吧、泳池、酒店，还有一堆休闲娱乐场所。 许多有钱人也会来这里谈生意，当然，我从不露面，一般只窝在海边的别墅里，逗逗宠物，种种花草，见货养几个小男模，玩得开心就宠一宠，不开心就换掉，日子过得平淡且自在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捧着一个二十八线小明星男团给我打了个电话：“姐姐，我们能不能见一面？想求您一件事。”这男团有几个人？是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说实话，我都忘得差不多了，就记得腹肌很好看，嘴巴也甜。 哄得我给他们投了几个垃圾网剧，玩了几天后就有些腻了。本来都准备撂到一边去，没想到又接到了电话。我也是仗义，看在陪我度过几天假期的份上，又穿上我的高跟鞋，哒哒的往酒吧那边走去。推开了包厢的门，里面有五六个男生，都二十出头的样子，一个个看见我，连忙站了起来，拿包的拿包，倒酒的倒酒，嘴里叫着姐姐，殷勤的不行。有人凑过来拉住我的手，低低的抱怨着：“乔乔姐。” 你好久没联系我们了，我们这段时间资源好差，经纪人都快要不管我们了。另一个少年捏了捏我的肩膀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影视公司愿意给我们量身制作一部网剧，那边还说需要钱，想和您先谈一谈。我闭着眼睛，一边享受着服务，一边扯了扯嘴角，冷笑了一下。果然，是来要钱的。这几个演技这么差，哪会有影视公司愿意给他们投资？我把胳膊一抬，示意那边按的再用力一点，随口嗯了一声，哦。 影视公司的人呢？在哪？这句话刚说完，包厢的门被从外推开了。少年攥着我的手指，压了一声：“就是他，乔乔姐，我们提到您是我们的金主，这位老板就说想和您亲自谈谈。”我抬起头，他站在门口，手指紧紧的握着扶手。三年，沈清川如今富贵了，发达了，有钱了，但样子和以前相比却是丝毫未变，仍是清冷疏离，目光放在那几个小明星身上，眉头皱起，最终慢慢转向我。 乔里，好久不见！什么狗屁影视公司，竟然是他！那几个小明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大概是在沈清川骂出“滚”字的时候，到最后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。他坐在我对面，拿着桌上的骰子摇来摇去，整个包厢里谁都没说话，只有这么一点稀里哗啦的塑料撞击声，沉默又尴尬。我捏了捏手，实在觉得没必要在这里坐下去了，抓起大衣起身就往外走。可不过两步，一只手猛地伸了过来。 攥住了我的胳膊，沈清川像是再也忍不住了，直直的看着我，嗓音低沉压抑：“乔里，你告诉我，三年了，我找了你这么久，为什么要一直不肯出现？就为了这么几个小明星？还是我哪里到底做错了？”他头微微侧过一边，眼神甚至不敢落到我的身上，仿佛我即将说出来的句子会决定他的命运。可是啊，人生又哪里分得清对错？我轻轻退后两步，用力拽出自己的手。我不知道我们两个究竟谁对谁错。 但是沈清川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离开你的原因。我不喜欢你。从高中你当着全校所有人的面拒绝我、贬低我以后，我就不再喜欢你了。我们不是一路人，也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吧。我不喜欢你。五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原来就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呀、啊！我第一次看见沈清川露出那样的表情，脆弱、难过、悲伤又不知所措。他的眼眶红红的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你不喜欢我，他喃喃着，一遍遍重复，你不喜欢我。 为什么当初要把我从深渊里面拉出来，给我治疗，带我创业，只是觉得好玩吗？看我依赖你，再把我毫不犹豫抛弃，乔里，你只是在耍我玩吗？到了后面，沈清川几乎是低吼出声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又有哪条规矩说明一个人想要什么就一定能得到呢？我高中想要和沈清川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照样被他嗤之以鼻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拿出手机，算了吧。我们一直是互惠互利的关系，现在不都得到金钱和地位了吗？就到此为止吧。 我扯了扯嘴角，拨出了一个号码，是我最近走的比较近的一个少年，暂时还没散伙。他很快赶了过来，兴冲冲跑到包厢门外，喊着：“姐姐，我前几天新买了一辆机车，走，载你去兜风。”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沈清川，亮晶晶的眼里像是只有我，语气张扬又快意，很好看，很拉风。这个时候在海边转一圈最舒服了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沈清川带来的那种沉闷消极一扫而空，于是伸出手。 走了过去，好。至于沈清川在后面又说了些什么，我已经不想理会了。番外，沈清川订阅恋恋推文，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。正文现在开始。高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和林奇的关系并不一般，但不是的。他对我而言，最多算一个长辈留在沈家的女儿，一个妹妹罢了。林奇的母亲很早去世，父亲是沈氏的高管，常年在海外出差。那时我觉得应该对他照顾一些，可谁知道，沈家败落后。 林奇和和他的父亲也是第一个离开的。破产、背叛，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一段岁月。我甚至想过自杀，什么都放弃，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直到乔离出现，他像一道光一样，猛然破开了我眼前的黑夜。直到很久很久之后，直到他已经不要我了，我都会后悔当初在高中时为什么要那样决绝的拒绝他。乔离要我不要再去找他，他似乎过得很好，周围有了许多人。离开酒吧，转身而去的那一刻。 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撕碎了。其实我想告诉他的，乔离，当年上市宴会的那一天，我其实准备了戒指，想要送给你的，可他没回头，连看也不再看我一眼，大概没有听见，也不在乎了吧。大概四五年后，乔离结婚了，我没有再去接近他，只是有些消息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。对方是一个影帝，很出名的演员，连续几年获得过国际上知名的奖项。我从不涉足娱乐圈，但我其实也见过他一面。 在那座乔黎的度假小岛上，当时他骑着机车过来接人，语气肆意不羁，要带他去看夕阳。那时他还并不出名，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。因为得罪了某个制作人，被雪藏了很久。直到一部小成本电影突然横空出世，他在里面演的反派夺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这才真正红了起来。他后面获得了很多奖，每次获奖无论大小，他感谢的第一个人都是乔黎。圈子里面都传他在追他，追得很认真，很坦诚。 毫不避讳自己演员的身份，就连他的粉丝们都习惯了对乔黎一口一个嫂子。在他又一次夺得影帝头衔的时候，聚光灯是实地惯常的打在了第一排座次，乔黎的位置上。这次他没有一动不动，而是站了起来。我不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看这样一场颁奖典礼，明明我对娱乐新闻丝毫不感兴趣的。可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的心似乎都揪了起来。我看见他举起了自己的手，那上面戴了一枚戒指。他说：“好，试一试吧。” 全场一片欢呼声，所有人看着他们抱在一起，人们喊着恭喜，就连玫瑰花瓣都洒了下来。只有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角落里。我和他，多么相似啊！曾经都一无所有，陷在泥沼中，可那照在我身上的月亮，现在被别人拥在怀里了。全文完。